会武汉过来向大家请安甲报告，感谢大家今次过去对武汉过来关心大家甲奉献，关心感谢。啊，而且我来简单报告妇女部的组织，妇女部有七个区，啊，一个分中，甲一个妇女馆。七个区，阮各区有各区的活动，啊，各区内底，因区长来带各教会来做活动。另外，婚姻组是针对教会来退婚的吼，离婚的人来联谊。通常一年内底有三届，欢迎有迄个活动时阵，人厝内底老要退婚的老女，咱请来报名吼，拢会公告伫外口迄个公布栏内底。啊，佫一个小合唱团、合唱团，咱教会有几啊位姊妹有参加，啊，咱也欢迎有兴趣的姊妹要用声来俄罗斯的，阮拢欢迎你来参加。参加的时间是每礼拜的暗时七点半，已经坐落教会。啊，另外，如果每一年有三届到四届人才的精英营，也就是咱的迄个领袖会，啊，以及咱教会来无共款即期的庆祝的活动。昨昏也是迄个世界公道日吼，是妇女部办的世界公道日，阮每一年拢去世界有一间一个国家来祈祷，无共款的国家，因有无共款的文化甲传统，有因的景物无共款的，阮伫遐来做礼拜的时阵来公道，来互相来奉上帝祈求，来互相。这个主的厅内面来连接，安尼是真好。特别是昨昏是耶稣的合作，请来一切拢明白的。所以上帝救阮是属于任何愿意来接受伊的人啦吼。就是提醒咱大家，不只是明白的，爱就爱传福音，三脚烧烧来奉上帝国来跑走。另外，妇女咱妇女团体的时间，妇女团体的时间，除了以往传统的这一挂活动以外，今年是开始举办圣经的抄写，即马是进入到第九个阶段吼，创世纪即马要开始写创世纪，欢迎兄弟来报名参加。啊，搁是款的聚会内容，有妇女的查经班、拜日的查经班，啊，搁有礼拜日的路顶查经班。啊，佮有艺术协小组，佮有乌克丽丽小组，佮有手语小组，阮拢真欢迎教会来咱兄弟来参加。特别是妇女查经班礼拜一，阮欢迎咱教会兄弟喜爱来查经的，阮拢欢迎你来。即马已经无生无灭，已经查完。啊，即马是三月十一要开始进入约书亚记，阮真欢迎你来参加，是每礼拜一早起的九点。以上报告，我感谢各位兄弟的关心，请继续为阮来代祷，感谢。感谢咱李方长老的服侍吼，感谢咱透过妇女团。